七本书有两只 DVD， 咁希望大家可以埋嚟睇下吓。今年咧就系辛亥革命嘅100周年，咁香港咧同辛亥革命嘅关系就好密切嘅，又可以咁样讲，冇辛亥革命就冇香港，即系冇香港就冇辛亥革命噶啦。咁我哋早两日咧喺立法会，阿大舅就提出一个动议辩论，即系讲辛亥革命100周年。咁咧我就提咗个修订动议，要求将辛亥革命运动同香港嘅关系摆入我哋嘅通识课程里边。咁但系咧，我哋嘅动议同埋修订动议咧喺分组投票之下都被否决咗。嗱，而家香港咧啲中学生就可以唔使读中国历史嘅，因为中国历史唔系必修课。但喺回归之前英国人统治嘅时候咧，你就要读中史嘅。回归之后咧，就竟然可以唔使读中史，我就唔知呢啲系咩教育政策。所以我哋喺教育事务委员会咧，就同政府喺度倾紧呢个问题。今年咧，因为辛亥革命100周年，咁啊，郁敏咧就会去啲中学讲辛亥革命运动与香港。亦都會有啲公開講座，因為呢一段歷史係好緊要嘅。香港係辛亥革命嘅思想發源地，孫中山喺1892年，喺1882年到1893年咧，都係喺1883年到1892年呢9年咧，都喺香港受教育同埋香港活動。咁佢讀過咧呢、這個佛瑞書院嘅前身佛瑞書室。佢又讀過黃仁書院，以前叫中央書院，即係而家銅鑼灣呢間。咁又讀過香港大學嘅前身醫學院、西醫學院。所以佢嘅革命思想咧，係喺香港度，即係喺一個發源嘅地方。因為佢喺香港，雖然喺殖民地統治嗰度讀書，佢發覺香港喺英國人統治底下咧，係有健全嘅法律，同埋咧人民嘅生活咧係好安居樂業，但係同香港只有咫尺之遙嘅中國大陸咧，喺滿清專制統治底下咧就民不聊生，個政府咧就貪污腐敗。所以佢就話：點解我哋喺香港可以產生一種改革中國惡政治嘅思想呢？所以佢就喺香港，即係受到香港嘅影響咧，就決心要搞革命。個關鍵咧，仲係中日甲午戰爭呢、這個中國戰敗，各地賠款，將台灣、澎湖、琉球全部讓國割讓曬俾日本人。呢、這、一個甲午戰爭嘅失敗，令到孫中山決心要搞革命。搞革命嘅地方主要嘅基地就喺香港。香港除咗係革命思想嘅發源地，仲係革命組織嘅起點。香港喺興中會成立之前，有一個叫富人民社，就係呢個孫中山、游烈、陳少白同埋呢個楊鶴龍四個人成立嘅一個論政團體，後來就同呢個興中會合併，變成一個革命嘅組織。香港又是革命宣傳的重鎮，第一張革命報紙《中國日報》就在香港創刊的，那個舊址就在現在中環這個綠雨茶室。另外香港呢亦都是革命起義的基地，在廣州或者 南方很多次這個排滿革命的起義呢，都是由香港策動在這個運軍火入去的。所以香港呢就有很多辛亥革命的遺跡，包括現在青山紅樓，大家看過十月圍城，講一個商人支持革命，其實這個商人的真名叫李幾堂，在青山他有個農場，那時候就是被那些革命黨人在那裡
度即係開會嘅，就係而家屯門青山嘅紅樓。香港有好多辛亥革命嘅遺跡，今年係辛亥革命一百週年，所以我哋特別即係話同啲中學講，鬱敏要嚟你嗰度講辛亥革命，你制唔制？制咧就話俾我聽。咁咧，我哋今年希望可以去到一個禮拜去一間，係嘛？咁啊，另外咧，我哋而家搞緊咧，希望喺紅館可以搞一個辛亥革命紀念嘅晚會啊！我哋香港嘅中國人一定要熟悉呢一段歷史，因為辛亥革命係一個政治革命、社會革命同埋民族革命，不期高於一役。政治革命就推翻本身政府極權統治，建立一個民主嘅政府。但係一百年來，中華民國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叫做共和國，冇咗皇帝。共和國即係冇皇帝嗰啲叫共和國，但係呢個共和國咧就有共和就冇民主。中華民國喺台灣三十八年，喺呢個大陸三十八年，1911年至1949年國民黨戰敗，喺大陸統治三十八年，喺台灣咧到今時今日為止62年，38+62啱啱100年 ，OK？ 但係中國而家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咧，就1949年開始到而家62年，即係話共和國100年，共產黨統治咗中國大陸62年，國民黨統治呢個中國大陸38年，台灣就62年，但係實際上國民黨喺中國大陸冇統治38年嘅，因為嗰38年咧成日都打仗嘅。軍閥割據，跟住就8年抗戰對日本仔，38年冇一年係太平日子嘅。但係去到台灣之後，深聚教訓，到咗今時今日為止，台灣係中華民族唯一一笪地方係有真正嘅民主。1996年個總統已經係一人一票選舉產生，90年代初立法院係全面直選，而家院長一人一票選舉產生，市長一人一票選舉產生，總統又一人一票選舉產生。但係呢個民主只係喺一個2300萬人嘅地方可以實現，喺中國大陸仍然係相逢在夢中，一樣係共產黨一黨專政。所以我哋讀辛亥革命一段歷史，就一定要有一種眼光，就係中國一定要有民主，咁樣中國先至去富強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今年係辛亥革命100周年，希望大家多啲關心呢一段歷史。我又會喺中學度講嘅，如果呢度有啲老師聽到我講呢番說話，你可以同我哋聯絡，我哋可以去你學校講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。今日我喺呢度，仲要同大家講，舊年民主黨同共產黨密室談判，跟住支持政府提出嘅政改方案，令到香港嘅政制發展足足要停10年，要到公元2020年先至有機會立法會可能係有機會普選，但係未必廢除功能組別。民主黨話幫香港人爭取到一人兩票，我要呢兩票嚟睇死咩？係咪？係嘛？選5個呢個立法會員，多5個係功能組別出嚟嘅，係呢個所謂超級功能組別，要係區議員先有得選嘅，區議員先有得提名嘅，你咧就淨係負責投票嘅啫，係嘛？你又冇得參選嘅，又冇得被提，又冇得提名人哋嘅，淨係去投票，就叫做幫我哋爭取一人兩票。民主黨出賣咗選民，背棄咗盟友，佢賣咗我哋豬仔，我哋搞5區公投，佢係抽我後腿，啱唔啱？抽完我後腿之後就同阿爺講數，話嗱我而家鬱黃鬱民啦 ，OK？ 咁你點對我啊？咁啊喺度傾，咁啊傾出呢個咁嘅政改方案出嚟，加10席。分區直選5席，功能組別5席，咪又繼續維持功能組別，啱唔啱？所以民主黨出賣香港人，
出賣選民，過去嗰20年爭取民主嘅人都支持民主黨，你咪俾佢困咗啊！大家睇下，我哋有一個有碌棍啊，個碌棍個樣係邊個？你自己諗啦，叫做民主女神棍 ，OK？ 買支民主女神棍嚟敲醒下啲人，係嘛？劉慧卿小姐喺立法嗰度12月。前年大大聲2012雙普選冇假講，係嘛？一定唔收貨，係嘛？但係結果呢，結果咪收貨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所以各位朋友，民主女神棍，仲有白鴿黨揾你老襯，係嘛？我哋一定係勢孤力弱㗎啦，係咪？去年我做了個棟篤笑，叫做消滅黃毓民。那時我們的講法就是最想消滅黃毓民的是民主黨，是吧？結果你發夢都想不到消滅黃毓民的是社民連。 OK， 各位朋友，政黨是工具，人民才是目的，對不對？你搞政黨來做什麼？搞政黨來為了自己爭點位啊？搞政黨是為人民服務嘛，對不對？是不是？如果政黨是為自己不是為人民服務，你投票要做什麼啊？所以我們有一個聯合的組織，我不是政黨來的，叫做人民力量，就由選民力量前線和香港的泛藍陣營，加上我們的社民連退黨人士組成的人民力量，但它不是一個政黨。人民力量就是要民主黨票債票償，為這個世界不可以佔了便宜又賣乖，既要做妓女又要拿政治牌坊。你支持政改方案，支持政府，跟住你話你自己係民主派，咁你咪好著數啊？咁民建聯嗰啲係乜啊？啱唔啱啊？你兩公婆嗌交要離婚，因為個老公出去包二奶，跟住你同我老婆講不准離婚，破壞團結。大佬又咁樣講唔講得通啊？你應該話俾，你應該同我老婆叩頭認錯，下次我唔敢，啱唔啱啊？嗰條女我唔要㗎啦，俾次機會我啦，咁先合理解決辦法啊嘛！你民主黨走去俾共產黨溝賣我哋豬仔，有陣時同我哋係盟友，你踢咗我落，踢咗我落嚟，跟住你唔使同我 say sorry， 跟住你大聲過我，我哋話要追擊你，你話放馬過嚟，有冇咁無恥啊？各位朋友，係咪？2008年我哋選舉嘅時候話民建聯最無恥，幫社民連賺咗成100萬都有，又 T 恤又剩，係咪？今年嘅口號就係民主黨更無恥。所以票債票償冇得傾嘅，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嘅嘢負責任。你支持政府嘅政改方案，令到香港嘅民主停滯不前，你一定要承擔呢個責任。唯一可以教訓佢嘅就係靠你哋手上張選票。2011年教訓呢個民主黨，2012年又教訓民主黨，唔係你冇第二個辦法。如果唔係，又繼續俾佢揾路塵。最近政壇好多事，係咪啲政黨分分合合？其實嚟嚟去去都係10個字，頭嗰5個字叫消費司徒華，第二個5個字就叫消滅黃毓民。OK， 消費司徒華大家睇到啦，阿華叔一過身，你都唔俾佢安寧嘅，日日利用佢，係嘛？嚟喺你頭上增添你嘅光環，呢啲咪叫消費司徒華？對死者不敬，呢咪民主黨啊？跟住就消滅黃毓民，而家可以喺度預告未來呢1-2年呢個消滅黃毓民運動就開始啟動啦。OK， 由呢個社民連揭開序幕，跟住泛民主派全力圍剿黃毓民，因為黃毓民會同呢個人民力量喺2012年、2011年要民主黨票債票償。你民主黨求共支持政改方案，你有冇論述啊？你嗰個理論基礎喺邊度啊？我哋搞5區公投有本書300多頁，啱唔啱啊？所有嘅論述喺呢度，係咪啊？唔係鬥大聲，唔係鬥你有主流傳媒報你啲嘢，唔報我啲嘢，係咪？唔係靠啲
主流傳媒嚟抹黑我，冇用嘅。你有冇論述啊？我哋呢度有七本書，六本係鬱米寫嘅，全部都係政治論述，係咪啊？你有冇論述啊？所以各位朋友，希望你以聰目明，唔好俾人揾老襯。民主黨揾咗你老襯廿年 ，OK？ 希望大家喺2011記得要佢票債票償。你話佢幾著數啊？增加10個位，5個功能組別區議會，係咪要15個區議員提名，然後去做區議員先得選？嗰啲小黨選條毛啊，係咪？都有15個區議員提名啊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咁佢民主黨有50-60個區議員，佢要提名4-5個人去選，立你兩席有咩難度啊？係咪？即係呢個就係為咗自己嘅席位。老實講，喺新界東而家加多個位，有8個位。2012，如果得7個位，民主女神分分分鐘輸到撲街。而家多1個位，佢唔使輸，夠繼續入去，好離譜咯！民主女神分48蚊買個教訓，大家買。大家可以買嚟啊，買本書，買個 DVD， 咁我可以簽名，又可以同大家影相，多謝大家。你買本書啊，鬱敏親筆簽名。